清末民初，军阀割据，乱世之下，倒斗再起。传闻集合摸金、发丘、搬山、谢岭四大门派，便可探得九龙天棺密灵。世人未获密灵之宝，趋之若鹜，不惜以身犯险。 祖师爷保佑！天斗地脉无人去，寻龙问宝无北来。祖师爷保佑！
那九龙千官是何许人也？魔金、法丘、搬山卸岭，四大门派之首领啊。其目，要比那王侯将相，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可惜呀，这千百年来无人得手，那墓中。 是否真有那稀世珍宝和永生秘法，也便无人知晓了。霍大帅，别来无恙啊，请坐。 来，祝我们合作愉快。听说上个月霍帅在北方失利，军饷吃紧啊。怎么？你是担心我没钱吗？你知道我的习惯，谁要有钱，我就把军火卖给谁呀。 六令金银符牌，就当是定金了。大帅，到了。嗯，你不是担心我没钱吗？钱到了。哎，汽水。哎，姑娘，来两瓶吧。啊，这个怎么样？站住！站住！站住！哎，胖子。 我没空理你，抓到木贼呀！有点意思。哎，帮忙！九龙天官，他是什么皇帝？岳和煦先生，九龙天官是四大门派首领，乃是倒斗的鼻祖。传闻啊，当年那九龙门分支摸金校尉，跟着发丘中郎将官拜曹操帐下。 奉命前去盗秦始皇的墓，你猜他们拿来了什么？一把夜壶。也是说，蛟龙天官早就光顾过秦始皇墓。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 天官密令所在山脉，我已大致确定，不知大帅进展如何。他娘的，仙灵山那老头宁可死也不跟我合作。杀人偿命！江童言。追！ 虽然县令传人现身，大帅，事不宜迟。老子找了你这么久，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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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头水！啊！哎，到底谁抓贼呀？让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先开盖子了啊！一、二，把那个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女的？ 发生什么事了？给我去找药。山东，这么晚才回来呀？容母，没事儿，你早点休息吧。好，早点休息啊。嗯，赶快去。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气运北斗，蓄势立宗，记着没有？记得。气运北斗，蓄势立宗。对了，您就坐着休息一下吧。哎，荣伯，对了，胖子他爷爷小时候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啊，我都卖给茶楼说书的了。 还赚了一些钱，等攒够了，我就去找严掌柜，把他店的要钱还上。这些故事你怎么能轻易告诉别人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好故事当然是要分享的了。不是你这，荣伯。 哎，走一趟啊！姐，什么情况？孩子，我可能时日不多了。说什么呢，荣伯？前几天还好好的呢，这几天就是变天的缘故。 不不不不，这十五年来，我一直遵循着老爷的遗愿，督促着你苦练鬼关妻妾的机关术和指法。我有好好练，我有好好练啊！哎呀，少爷，有件事情，现在不说。 怕是来不及了。啊！你站到后边去。好。你如果能找到。 说明你已能独当一面。我也好像老爷交代了。那要是我找不到呢？你怎么跟我爹交代啊？能找到。荣伯，荣伯，哎，你们再打听打听，我这卧底小卫，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废物，什么破镜流血，哎，我真的不会。老实点啊，姐，嗯，姐。
君呀，你在打听打听其他魔镜校尉啊，君呀！魔镜校尉，鬼关期间，切左边，是魏家，是魏所。 是曰：西周黄阳宫，天地乾坤借鬼神，阴阳八卦变无常，一竖坎，二竖坤，三震四巽，五数中分，五进中宫，六前室，七遁八艮九离门。 这月初一陨石三刻，师傅建成里升了三声穿天炮，说这是门派间的接头暗号，让我来看看。可是我才刚一进城，就被军阀给抓了。哎，胡西姑娘，会不会是你这身道袍太明显了？原来都是假扮道士掩饰身份，现在反倒暴露了身份。 小龙，就这么一把破扇子，能找到发丘印？这是唯一的线索。大帅。 欢迎各位，霍天豹！年轻人干嘛这么冲动啊？你是向东吧？容不得他们呢。放心吧，他们还活着，我对杀人没有任何兴趣。你到底想干什么？发丘天官向勇是你爹吧？ 好，我们开门见山，你们四个，帮我打开九龙天棺的密林，我保证让你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滥杀无辜，还想让我们帮你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狗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你们九龙门和四大门派，到了一千多年的墓，到我这儿还要讲清高。走，快点！快点！谢谢。钟伯，你没事吧？没事。刚才没事，现在有事了。啊 哥，王八蛋！哥，哥，你醒醒！本来啊，我想让他们两个人来要挟你，但是死了一个，另外一个也没什么用了。你看。
这个老头还剩下半条命，留着他也没什么用。那你先杀我。小童，老了不怕死，来呀，往这儿打。我成全你。荣伯，你别冲动，别冲动，谁打谁呀？咱有事好商量啊。听到了，看来你们当中还是有明白人。想当初你们老祖先官拜曹操帐下，封为发丘中郎将，我摸金校尉，我希望你们效仿你们老祖先，替我拿下天下。不是，那曹操不也没统一三国吗？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 他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明天找不到发丘印，我还在这里放烟花。哎，这怎么找啊？小诺，小，哎。你就这么贪生怕死，居然答应那个杀人恶魔？不是你这人说话，人向东要是不这么做，你的手早废了。只要我能杀了他，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你想报仇，不拦你。我也想。掌柜一家的仇，今天冤死的无辜百姓。像你这样吗？报不了杀父之仇，还要助纣为虐，我做不到。我不管你怎么想，但对于我来说，荣伯在他们手里，百姓随时有可能被炸死，所以我麻烦你顾全大局。哎，好了好了，咱能不能别吵了？啊，不是，山东，你先坐。哎，时间紧迫，我也不明白这怎么看。向东，你帮我找找。向东，向东，别动啊，胖子，别动。
走这边。跟上。嗯。是。小心点。你们四个下去拿发丘印，记住别耍花样。这里是什么地方？看着石板上的纹路不像是墓穴。这里面应该是个地婆爷。大家小心点。注意安全。没想到这个黄大仙毒气这么强，我常年服药都差点中招。若是再晚一点，恐怕你们都要死在自己的幻境中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夏冬，你看，
吾儿向东亲兰，背负无能，难渡此去，只因这发丘愁匪劫掠，发丘门恐忠于项梁之主，愧对祖师，为父侥幸脱身，但重伤难愈，已然回天乏术。庆幸探得此山神地佛言，就当作是借了个归宿。冬儿，原谅为父不能前来与你重聚，是怕再遭杀身之祸。我愿伴着发丘夜长眠于此，只求唤你置身事外，平安喜乐。但若你今时今日读到此信，实为命中劫数难逃啊。现此为父授予你这发丘印，你便是新任发丘天官。切记祖训，不可行高桥，赤壁行；不可贪婪奢欲，是自我；不可畏身恶邪，是仁义。凡事三思之后，谨言慎行。向东。跟你们同流合污是镇药帮的狗官寻宝，向东，我告诉你，别再多管闲事。是，我不应该拦着你，让你去杀了霍天豹。他本来就该死。然后呢？然后就看着你被乱枪打死。我爹，他宁可一个人死在荒山野里，甚至放弃可以和我相见的机会。你说是为什么？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他就是想让我一个人好好活着吧。我想天下的父母好像都这么自私吧。这块平安无事牌是你的吧？之前事情太多就忘了还你了。
看样子是你父亲送的。我想你爹也不想看见你为了替他报仇而搭上性命吧。当时事出突然，我爹他不放心我，就替我去见了霍天豹。可他这一去，原本该死的应该是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杀了霍天豹，为我爹报仇。霍天豹当然要出，但现在不是单单死一个霍天豹的问题。就是九龙山脉了。魔镜校尉，是小伙吗？过来，快点！地方，我总得花点时间吧。我看你是在拖延时间，先把枪放下，给他点时间。我再想想，马上马上，你先把枪放下，啊！寻龙分金砍缠山，一重缠势一重宽，关门如有。八重弦，破除阴阳，八卦形。没错，胖子，冷静一点。
听师父说，谢岭力士以五官感知地底墓室方位，即便是百尺之下也能正中地脉。今日第一次见识，叹为观止。离地对阵地根去砍地，一定乾坤，百尺为定，入地九分，三丁六稿上线。看来这些人还真有点本事。魔界校尉分金定穴，谢灵力士感知地脉，半山道人曲杖除恶，发丘天棺巧破天阵，四大门派各有所长，上古之穴一派可探，将相之众合力共取，帝王之勇非魁首之辈而不可得，天官一灵自然是四大门派缺一不可。说得不错，就是太耽误时间了。赵副官，上炸药。行，上炸药。在上，邪神皆毙，天官赐福，百无禁忌。
坚持不了多久，你不是脚破天阵的发丘天棺吗？马上把这个阵给破了，要不然谁也活不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其在必生克之化。 剑髓金，西北，整装帷幕。火生火克金，金生水克火，五行血统为生问。那儿，带路。
先。没事儿，就当是之前还给你了。
赵副官，大帅呢？大帅死了，现在由我指挥，继续前进。是。这是九龙天官的墓穴了，我的病终于有救了。荣伯，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啊，以前为了项家鞠躬尽瘁，无怨无悔，可真的自己面临死亡的时候，恐怕你们就不懂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官密灵中的永生秘法是我唯一的生路，碰巧又让我碰上了霍天豹。你以为你平时给我煎的药有用吗？如果不是霍天豹给我这个机器，我早让阎王爷把我给收去了。你爹让你认识了摸金，又在严掌柜那儿留下了发丘印的线索，本山谢灵频频现身，冥冥之中天不亡我。原来是你。可是你爹誓死不从啊，所以你宁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和道义。你要跟这个狗军阀狼狈为奸吗？孩子，我跟霍天豹是老相识，但是这也是他欠我的一笔血债。前行了，用你的发丘纸打开这个墓道的玄门吧。开门，快点。
臭啊，是尸臭吧？这些干尸被注入了定尸蜡，早已风干，应该不是尸臭。找到了，啊！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棺椁，棺椁呢？发丘天棺呢？他娘的，害得老子差点搭上命来到这儿。金珠宝呢？我的金银珠宝呢？你们几个给我看看那边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带走。是。棺椁，棺椁一定在这里，一定在这里，棺椁在这里，一定在这里。铁所致，任何仿制都感应不到正确的锁眼。发丘天棺呀，我的永生秘法。真是不见棺材不死心呢。有。
在哪儿啊？就藏在这儿，就藏在这儿。
邪不压正，妖不胜责。列位，那狗军阀鬼迷心窍，多行无益，最后落得个咎由自取，那也是不无道理呀。那危急当前，这新任的发丘天官是智勇双全，临危不乱，联手安山、谢岭、摸金传人，深入那诡异之地，置之死地而后生，最后为民除害，替天行道。当年我带领数百谢岭兄弟进入地下当宫，本想扬我谢岭威名，但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平山就差点成了我陈玉楼的埋尸地。
弗兰，古林粉。这是南宋时期传下来的隐棺之术，是以特殊的漆染之法，将色彩背景融为一体，藏于其中。看似神奇，其实和我月亮山的照眼法是一个道理。悠悠心扉，苍天何有情，哲人日已远，典型在素兮。哪招亏心替老啊？小心！这就是传说中古波斯培育的六尺蜈蚣，这里没有停机，全身能长，身长过丈。你们走，我来对付他。说时迟，那时快，这六尺蜈蚣已经向着那折钩哨
冲过去了。我陈玉楼身为谢岭的总把头，又是王母娘娘派到凡间的先锋将，岂能见死不救？当时我就得了吧。您这车轱辘牛皮来回吹有意思吗？走了走了。哎哎哎，你们别走啊，我小姐小神风马上掏出来了。呸，真这么厉害？那你眼睛怎么瞎了？瞎掰扯，走了。哎哎，我说我今儿点儿怎么那么背呢？原来是你个扫把星闹的。您呀，这一只脚都进棺材了，麻烦您啊，自己嘴上积点德吧啊！怎么，你胡八一远道而来，难道就是为了跟我这瞎子骂几句吗？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啊。那我就直说吧，我来这儿向你打听一件事儿。这大金牙前一阵子不是陪我去龙岭迷窟，被人面蜘蛛给咬了吗？这聚集在体内的剧毒正在蔓延，如果不及时找到解药，恐怕活不到年底。我听说这平山的千年内丹能通生死，治百病，是否真有此事？确有此事，只不过这千年的内丹早被那折扣哨给吃日了。你呀、要是早50年认识老夫，没准能保住你兄弟的性命。现在呀、晚了晚了。你说这人分男女，物分阴阳，这平山应该不止就只有一条蜈蚣吧？这平山早就被罗老魏给炸塌了，哪里没有你胡八一要的东西？哪里有的只有我们谢岭千千万万兄弟的白骨。年轻时我自恃本领过人，见惯了世间的怪诞鬼奇，从未惧怕过，唯独面对着生死，我陈玉楼就像个废物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一个一个的死去。老胡，出事了，胖子让乔二爷的人给带走了。他跑去琉璃厂干什么？说是倒腾从南海带回来的那批海珠子。哎，你别废话，快上车啊。胡八一，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跟我一样。怎么样，这出戏还入得了凯旋兄弟的眼？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二爷的意思我懂。所以说这人算不如天算，这霸王终究是一时心软，后来才失了天下。要不是让女人祸，霸王也不会跟老子现在一个下场。凯旋兄弟这是自比项羽了，要不是玫瑰出手试探，还真不知道您藏得那么深。姓乔的，你说这片儿当话有意思吗？海爷今儿个落在你手里，这也跟着我认。甭说，到
到底要怎么样？王凯旋，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做事怎么还是那么不长脑子呀？你也不打听打听，在这四九城里，甭管因为什么事儿，谁敢在二爷的地盘上倒腾名气？姓乔的，哎呀，这个要少一根头发，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是你先坏了规矩的，就别怪我们下手没轻没重。你有钱了。淫贼先擒王，看爷的！擒贼先擒王，老子填写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呢。乔二爷，你放开我兄弟，有什么事冲着我来。都说潘家园的胡八一是个能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今日一见，果然重情重义。今儿个咱们兄弟算认栽了，二爷，您开个价。我八一凑给你，仨瓜俩枣的，算了吧，放了他容易。我听说您胡爷是正宗的摸金校尉，今儿个我想盘盘您的手段。老胡爷给长长眼。这印秀色光洁，铭文脉络之中的胎质层次很紧密，这说明了在地底下埋了超过300年以上了。不过从氧化上看，出土绝对不到50年。发丘天棺印。哪儿来的？前些年，一个外乡人跟我说，当年他姥爷跟着陈玉楼去平山倒斗，这中途啊就遇到了脏东西，险些全军覆没。幸好他祖上大难不死，结果还占了这么个便宜。这么说，这天棺印是从平山倒出来的？老胡。区区一个天官印又不值钱，紧张什么劲？想必只有摸金校尉才知道这天官印的秘密啊。这平山早就塌了个粉碎了，还有什么秘密？平山古墓是元朝的，天官印出自曹魏，绝于南宋。我想这平山背后一定别有洞天啊。胡爷是行家，不会连这风水吉位墓上墓的门道都看不出来吧？我倒有个想法，不如咱哥俩联手去平山走一遭，所得之物咱哥俩一人一半，如何？我看二爷搞错了吧，我已经很久不做这行了，不好意思。胡爷要走我拦不住，但是金爷让我给您捎句话，他在我那儿过得不错，现在呀挺遭罪的。你说什么？我这个人吧，又是一向心软，又见不得别人遭罪。你说突然有一天我这捎带手顺他一路，
算不算是替他解脱呀？不着急，咱们有的是时间。可这大金牙，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喽。胡爷，我劝您还是寻思寻思。摸金校尉的秘密，只有摸金校尉自己才能解开。这姓乔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说的话跟打哑谜似的，听着真有点变气。夏瑞，刚乔爷说那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外公跟我说起过，南宋末年有一对摸金校尉，在发丘中郎将的带领下，奉皇命寻找一座古墓，随后便杳无音讯。几年之后，唯一的幸存者从墓中逃出，对所见所闻绝口不提。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杀掉了所有的同伴，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久而久之，后世的摸金校尉也不敢再问。快点快点，赶快见见啊，今天结束家组织好。上车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想不到胡爷这一脉师承的是孙国府，这说起来啊，咱俩还颇有渊源。这话怎么说？祖上有幸，曾经跟随过金算盘老爷子。虽说不像您那样是正宗的摸金校尉，但是也算跟着风光过。金算盘就拉倒吧，一辈子痴心妄想的找什么长生不老术，结果临了呢，憋屈的死在了龙岭迷窟了。你就别用他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说出来就我们摸金校尉的脸。你还真以为这摸金校尉手脚有多干净啊？那至少跟你们这帮土炮的不一样。我们不干刨根的缺德事儿。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连个灯都没有？现在天色已晚，咱们在附近找找落脚的地方，明天早再进山。按你意思办。哎呀，老胡，你们慢慢找吧，我先找个地方憋死我了。
胖子，就你事儿多。哎呀，事来刻不容缓。哎呀，我啊。小刘三，奇怪，这里为什么会有陈瞎子的灵位？心地难，速速离开！大仙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过路阴魂蒙招的，拜山未请跪山号。昆仑山上百千山，大水莫冲龙王庙。他哪懂你这切口啊？别装神弄鬼了，出来吧！黄口小儿竟然信口雌黄，嚣张跋扈，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竟敢蔑视本大仙。可知本大仙乃是上天星宿下凡，尔等不但毫无敬畏之心，还敢出言顶撞，吾等既不退散，待吾以通天手段将你们挫骨扬灰。什么年代了？你呀，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装神弄鬼呢？啊！三老长，我这才算了。你别瞧着，还敢在凯爷面前玩一套立根捞？凯爷今儿个就让你这货现个形儿！吴八一，你们快过来！我一回来正好见这货，一手拿着喇叭鬼叫，一手拉扯着那些绑着纸人的绳子，搞得跟皮影戏似的。那是我胡奶奶传下来的月亮山绝技，你是不是长太胖把脑子给挤没了，一点常识都没有？胖子，你说什么？月亮山？哼，没听过吧？月亮山上起高楼，五湖四海水滔滔。来，你谁啊？你怎么知道我胡奶奶的切口？小兄弟，这么说你是月亮山的传人？谁说我是月亮山的传人？本少爷可是堂堂的谢岭魁首，哼，大号花少爷。
大叔，听你这口气，也是行家里手啊！啊，哎，说说，你是哪座市上哪座庙的？先把我的人放了再说。还谢领魁首，忽悠鬼呢！小兄弟，别胡说啊！谢领一脉可是断了传承的。谁胡说了？我们谢领不是断了传承，人都死光了，到现在就剩我一颗独苗。本少爷义不容辞，就当谢领魁首了。小兄弟，这是灵位都是你供奉的？当然了，我正前方这个花马拐，他就我爷爷，当年可是跟着陈玉楼叱咤江湖的风云人物。自打我记事以来，我就一直跟着我爹，在这平山寻找当年死去的谢领前辈的尸骨。他老人家说了，我们花家活着的使命，就是带着这些长辈们的阴魂回家，以告慰陈玉楼爷爷的在天之灵。凯爷前几天还见这货在天桥算命蒙人呢，活得比谁都滋润。我警告你，别拿我陈爷爷开玩笑。怎么着？他的确还活着，而且我们是朋友。我叫雪莉阳，我的外公是鹧鸪哨，这个是我的未婚夫胡八一，摸金校尉的传人，算起来我们应该是一家人。听见没有？把手给我撒开！哼哼，杨参谋的老爷，那可是陈玉楼拜过把子的兄弟。爹，爷爷，各位叔伯长辈，你们都听到了吧？咱们当家的还活着，咱们县令的传承还在。求求你了，姐夫，就带我去吧。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得商量。还有，你别一口一口姐夫的叫着。那不行，我师姐的姥爷和我爷爷可是歃血为盟过的，而且我洪奶奶一辈子都在等他姥爷。来了，就冲这么铁的关系，我和师姐也是一家人。哎，师姐，对吧？我来了。我说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怎么到你嘴里就给硬掰过来了？哟，恭喜呀，老胡，平白无故多了个小舅子。小兄弟，你可认识去平山的路啊？二爷，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就不要拉外人下水了吧。成啊，您胡也实在，但时间它不等人，您耗得起，我也耗得起，可这大金牙它就不一定喽。合计合计。过了这个山坡就到平山了，可惜啊，当年被军阀给炸塌了。那我们怎么进地宫？地宫，地宫早就被挖空了。胡爷，瞧您的吧。东西山脉耸立如云，上有禅山相护，下有罗星所关，实为两头坚固之下。这平山山势起伏威仪，龙形飘忽，称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如今这龙首已被炸断，恐怕得找新的入口。这平山地宫是以周易为基建龙族，八卦为形建龙身，阴阳为引建龙首。虽说这平山当年已大部分坍塌，但青龙断首尚留其路，这龙楼的入口就在门外。
胖子，再追下去。得嘞，好好好吧。你这挖这么半天，就挖这么点啊？嗯，这打盗洞啊是有讲究的，落铲要重，起铲要轻。来吧，凯爷给你露两手啊！解放，你们快过来看！二爷，一口棺材。我不瞎。伯爷，这玩的又是哪出啊？这棺材怎么还竖着呢？啊？倾听穴，立竖棺，这是最常见的落棺手法。行，搭把手。好嘞，来，嗯。这居然是个墓道。这里的盗洞怎么是之前盗出来的？从这切口上和铲痕来看，应该是摸金校尉的手法。那不正好吗？省得再浪费时间。你棺材封住盗洞，在我们摸金校尉有个说法，叫盖棺定论，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后面进入墓穴的人，警告他们，此穴有危险，不得再入。可惜我不是摸金校尉。这事跟我没关系，走。怎么这么多罐子呀？干嘛用的？上去看。刘三儿，都下墓了，别老一根接一根的，赶紧掐了。好。姐夫，这棺材一瓶缝，看来我们这次不用担心遇到脏东西了。伯爷，这什么门道？这叫死心棺，目的是警告进墓的后人，前方无路，见棺死心。越来越有意思了。乔二爷，你必须很认真地告诉我，先是盖棺定论，后是死心棺材。如果你真的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可没有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是有这样的武功，有剧毒。
老胡，你快找出路啊！再这么下去，你都得完蛋。老胡，你看，这不是风龙河的王草？我记得在寻龙诀里面提及过，铁心官人可记住？唯有天官断命。天官印。姓乔的，把天官印丢过来。没鬼，天官印。胖子，救我！他身子骨还算结实吧？流氓！哎呀，我说你这个姑娘家家的，说句谢谢这这么难吗？啊！二爷，我都检查过了，这原台四周没有出路。无极盘。哟，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个？这东西三才为上，五行为骨，八卦为基，无穷无尽，是为无极。看着复杂，实际很简单，只要我们转动生门就能离开。哟，二爷您厉害啊，这么快就找到出路了。一般来说，生门路六宫。六宫就是前卫。小心！姓乔的，你是想害死我们是不是？你大爷！你要是不懂就别乱碰。老胡，露一手给他瞧瞧。一分，我已看着陈少主，你冲陈
禅山一重关，禅山锁真龙，八卦代表方位，五星代表门后机关，三才代表了具体指向。这无极盘是以麒麟遁甲为基，星门既然在对七位，殉死必是凶门。三级门藏其二，井门为水，势为坎，升门为地，字为宽。在东北方，摸金府，看来当年那批摸金校尉苦苦寻找的古墓的确就是这儿。怎么样，没坑你们吧？大爷的，什么人这么混蛋？还能有谁？干咱们这行的，千防万防，庆防那些没用的，到头来却是家贼难防。姓乔的，别把人心都想得像你一样龌龊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心所向皆是利益，情义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我们还是分开寻找出路吧。慢着，我跟这小兄弟啊挺投缘的，接下来让他跟我一路，如果有点什么事儿，也好互相照应。谁喜欢你们照应啊？来吧，花少爷。干嘛呢？啊，干嘛呢？姓乔的，你就这点格局啊？啊，不就是怕我们跑了吗？放过小舅子，凯爷，我跟你走。胖子，老胡，照顾好小舅子啊，不用担心我。走。姐夫，这条道怎么是一直向上的呀？凡建造墓穴，必留虚位求活。从我们现在的位置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修补虚位的时候无意中打开了通往墓穴的入口。啊？什么意思啊？这里似乎是一处院落的偏殿，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骨？这是我们姓领历史的先辈骸骨。各位叔伯长辈，麻烦你们指点指点，我爷爷荒马拐的尸骨在哪儿？
亮的龙科琴，确认。难道这里就是当年我外公大战六尺蜈蚣的无良殿？姐夫，过来看。走。这儿的冷峻石鼓，怎么是一副道人的打扮？嗯，扎格玛拉，什么意思啊？薛仁，你怎么了？这是老洋人和花灵的尸骨，我外公去世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你们二位带出平山。今天晚辈为救朋友性命，无意之中来到此地，或许就是外公冥冥之中的旨意，还望你们二位能够保佑我们逢凶化吉。晚辈再次谢过了。少爷，来吧，让我把这个前辈入洞院。小心！姓乔的，要是没有胡八一，咱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老虎，你还有别的出路？对，我们还有一条路，那现在有救了。
这样都没弄死这个家伙！ 有一具干尸，利落黄泉，回头无门。看来这黄泉路只能前进，不能退后。海泉，别白费力气。 闭嘴！无业的解决不了的事儿，你回去了也是白搭。咱们现在离人头店不远，跟我合作，也许可以有条生路。图店，姓乔的，你到底有什么猫腻？说！放下手！合着你们打一开始。 没想让我活着出去是吧？啊！这么刚说下去，陈武功铁定死绝了。你们真厉害！看来老金这一次是彻底没戏了。呸！别胡说，这千年内丹，必须得想办法拿到它。 或许这无极盘有下去的办法。姐，姐夫，这是什么东西啊？刚才还没有。 应该是刚才逆转无极盘才出现的。 不会没有他了吧？
西北边上的石像手持着往生丸，坐在风雪穴上，代表着断绝往生；而在东北边的旗杆，正好说明了这里有一股人类不可对抗的外力，叫镇压。除了向我们摸金校尉，到了大营，必须要在东北角上点一个蜡烛，是一个道理。还有，这木斗和宝剑，也是用来镇压和封印的重要道具。姐夫，你是说，是不是有脏东西？先是遇到了盖棺定论，随后又是死刑官。看来建造这里机关的，不是别人，正是密文中那名唯一的幸存者。这里所有的布局，都像是在告诫我，千万不可以进入地宫。不好，胖子！我的祖上曾听金算盘说过，白起在被秦皇赐死之前，就已经掌握了长生不老之术。可惜啊，秦皇穷尽一生寻遍海外，没成想这白起却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平山。相传只要找到那把万人图，就能获得长生不老之术。当年南宋那批摸金校尉就是奉命而来的。真不愧是金算盘手底下出来的，可你主子一个臭德行。陪着送你一句话，别说长生不老，都是扯淡。就算是真的，人在该死的时候也别勉强活着，守着活得不痛快。你说的对，那我就赏你个痛快的。二爷，你听，这水滴上有些古怪，很不普通，或许让他带路去看看。你们几个去那边，你带路。二爷，试试。芝诺毒蝎，没错，就是这儿。我乔家人三代的夙愿，终于要有个乔怀实现了。姓乔的，你别做梦了，就算真有万人图，老子也绝对不会让你带出平山的。老胡，我就知道你们死不了。老胡，你疯了！老胡，是我呀！娘子们，你在这里！
老胡，怎么回事？我没事。这是失传已久的噬心罗，能把接收到的信息以低频加倍放大，发出类似蝙蝠一样的声波攻击，不知不觉就会进入催眠状态。乔二爷，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机关都是那些魔金校尉前辈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往前去了，会死更多人的，收手吧。人们都说生死有命，但是我却从来不信命。今天如果找不到万人图，你们谁都别想离开。只要这地宫的门一关，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好，既然这万人图有你说的那么厉害，我就帮你找到他。老胡，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找到万人图之后放了我朋友。一言为定。还是那句话，替我找到万人图，我就放人。走。天一国，他们的生死就全看胡爷解开这机关的手段了。这不是机关，你也是半个道道出身的人，难道没听过天意无缝不可开的道理？但凡墓穴设计为了不伤阴德，必留一线生机，
你这点伎俩糊弄不了我。这是死路一条，这国我开不了。行啊，之前说的条件就都不作数了。这关能开？是。魔晶校尉何泽生，一见天一臂离分。若开此关，必须要以魔晶校尉的人的性命做牺牲。是，别说了。让我去吧，要不然，我们大家都会死。不行。二爷，有点意思。轩然，你还年轻，到了梅国会有很多人追的。吴八一，你闭嘴，你放开我。吴八一，我这一生跌跌撞撞吃了不少亏，遇见了你就是我胡八一这辈子捡的最大的便宜。不行，你不能去，你答应过我要跟我去美国的，你不能去。以前老师笑那些老外生活举止特别奇怪，有事没事习惯把那三个字排在嘴边。憋了一路了，终于可以说出口了。雪儿，好好活着。我爱你。这宋生，吴八一，你不能走，吴八一。死胖子，你给我放手！你大爷的，这次总算是听明白了，合着你们生离死别呢？看什么呢？过来帮忙！胡八一，要是个爷们儿，就别辜负了你的女人。杨参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给爷过下去！撑住了！放手！兄弟，记住了，老子叫王凯旋。如果下辈子再见面的话，别忘了我。胖子，胖子死得其所，如果胡爷怕了的话可以先回去，我之前说的话全部算数。
我们摸金校尉的秘密，只能我们摸金校尉自己去解开。我跟你去。师姐。老胡，我说过，在去美国之前，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这天一国里真有我们墨镜校尉拼了命都要镇压的东西，如果不解决掉它，那胖子不就白白牺牲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假装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回声应该和岩壁上分布的磁石有关，声音通过磁石效应被记录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所以天一唇一开，这些声音就被释放出来，就像录音机的原理一样。这里究竟曾经发生了什么？二爷，我们找到了。师姐，走吧。接下来是我们魔镜校尉自己的事儿。二爷，你看。这应该就是秘文中的发丘天棺。他手里抱着的是老胡。万人陀，我终于得到你了。可他为什么临死的时候要死死抱着万人陀？顺子，把布包上。老胡，你怎么了？这个东西没有棺材，说明这里有恶灵。不是脏东西。这么人多，全部能乱到这些坏人上。真的以为那姓乔的会让我活着出去？你醒醒吧！
哥几个把命都搭进去了，是为了成全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玫瑰，我杀了他俩之后出去了，功劳我分你一半。考验我们魔级校尉，看看我们有没有为自己兄弟去死的决心。好兄弟，这万人图究竟是个什么邪乎玩意儿？病毒，古人不懂病毒会通过血液传染人体的道理，所以见了天官会丧失心智，才会误以为是恶灵附体。传闻人图已请归。
原来这六尺蜈蚣是为了防止外人靠近墓穴的镇墓兽啊。这千年内丹暂时拿到手了，但是老金怎么办？不会被那姓乔的给他撕票了吧？他乔怀在美国有人，可别忘了雪莉才是地地道道的美利坚友人。放心吧，早就已经安排民宿去救大金牙了。合着你们俩早就留了一手是吧？确认，下半场咱把蜈蚣内丹取出来吧。这我真来不了，要弄你自己弄吧。玫瑰，这姓乔的就咎由自取，咱没必要替他伤心啊。我自幼无父无母，幸得二爷照看才能活到今天。他就有万般不是，但终究是我的恩人。现在看来，二爷也算是给乔家祖上一个交代。王凯旋，啊，不如我们把万人图上交给国家吧。哦，得嘞。真的不跟我们回北京啊？等我找到爷爷的尸体后，再去北京找你们和陈爷爷。到时候，让他老人家亲自把谢岭历史的衣钵传给我。呀，那你可得快点啊！那货估计活不了几天了。王凯旋，你嘴怎么那么欠呢？记住了，摸金探宝虽是不义之事，但却存乎一心。你要是作恶的话，
我们天涯海角都不会饶了你的。还有啊，你这地方也好好规置规置，别摆的满满都是棺材，看起来多不吉利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找个媳妇儿一起。姐，我舍不得你。好了。行了，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不想你走。臭小子，差不多得了啊，你还不撒手？这我媳妇儿不是你媳妇儿，撒手。哎，那不臭小子，撒不撒手？哎，你个臭小子，还不撒手？信不信我揍你？别闹了，住手！住你！哎，别闹了！哎，放开！哎，你们哎呀，姐夫终究是斗不过小舅子弟。别闹了，都收拾他。Thank you.